第五章离心路过程之概要。Thema Desen Gahavai Paga 一序文 Physicitation Even Poverty Yorito Pavisen Gahong Nama Sendai Yam Deni Fukati 如是以一在生命其理的心路过程说是今生己之概要。如今的节生时刻说是心生起之要。节义之注读说明。一章里作者解释了心流我月的一面及生于生徒里的心路过程。在这一章解释是不活跃的心或离心过程经。虽然作者在序文里只说及节生时三代言，但此章亦将是作为有分心死亡心的离心路本心。第二列举类别。可他都不你哟。K to be top percent, he category can money, kita da meren, a party c a titanium v thematic a he, he category k to coni v di tabani. 于离心路过程之概要，当之有四个四，如下：四生存的，二四。四种结身三四种业四四种死亡节二之注读说明离心成之概要以解说着宇宙的分界位置列出了每个生存的当中的诸界见表五年一月在解说各种经路之前作者先分析诸生存的因为根据阿毗达摩论外在世界是内心反应这并不是指阿毗达摩论把外在世界说成只是由心想象所有外界是的确存在与之的然而诸心时常视之外在世界而且各种不同的心决定外在世界和呈现心与世界互相依靠且及其中复杂的交织直至宇宙的构成与心的层次由于它们是相符的了解它们其中必有助另一有情死后投身至某一界是因为他在前世造下了能导致投身界的业或新的业力。每一界与特定的劫生心相符用果继续在一世当中升起未有分心直亡为止。如是当遇戒业成熟时他会引戒结身心而产生了欲界生命当色戒业成熟时他即会引生色戒结身心而产生了戒生命当无色戒业时他即会引生无色戒结身心而产生了 无色戒生命如佛陀所说戒是田经是种子即可爱是水分而友情受到无名蔽受到可爱所缚的心将会导致投身到另一个低的中等的生命中部 A3:76 I223 由过去夜所心种子掉到相等的生存地生根及以前在业力生长
生存的。Bolikotka 兼慵懒。Apai apuni kame sugatini rupivakara bumi rupivakara puni ca titani amtaso bumiunama。当中四地是一而去的，二欲善去的，三色界，四无色界地。结三支柱读说明，四虽然在分别了恶趣的与欲善趣的，但如在结五里所指出，其实他们都是欲得的一部分。结四恶趣的 apiuni tasreo tirakoneoni petifiseo asurikoca titani apuni katabithahoti。 当中恶趣的有四个部分，即一地狱，二畜生道，三恶鬼道，四阿修罗道。结四支柱读说明，恶趣的执意八 apaya 是毫无 apa 快乐 ，aya 这是对痛苦远远超越快乐的诸生界的真。他们是造恶者于恶业成熟而投身之地。根据佛教，地狱是最低下的生存的，是最痛苦的。据说在的众生从投身至死亡的期间里，必须不断的遭自己的恶业之果，完全没有休息位。诸论师说其中有八大地狱，而中的痛苦一个比一个更剧烈难受。他是活地狱 Subshiva 黑神狱， Kalesata 众合地狱， Sanha 豪教地狱， Rava 教地狱， Maharava 燃烧地狱， Tapa 大燃烧地狱， Mahatapana 阿鼻地狱。在当中阿鼻地狱是下层即最为恐怖，在每一个大地狱的四方各有四个小地狱，因此一共有36个地狱。畜生道，畜生道是诸恶趣的之一，人灭的果报而生道，该道理。根据佛陀，造恶业的人能够投身为畜生，而畜生也能够因为去累积的善业而投身，甚至投身为天神。虽然畜生道的痛苦并不像地狱那么悲惨，于其还是远远超越快乐，以及由于在其处并没有适合的时机造善业，所以不去地。恶鬼道常被译为恶鬼的八一方是常受到饥饿、口渴及其他病痛而无法减除其苦的友情。恶鬼没有世界，他们与人类住在同一个界，如在森林、沼泽、坟场里等等。一般人们并不能看到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显现出来给人看，或者拥有天眼通的人也能。阿修罗道，阿修罗包括了几种友情。诸论
在恶趣的里的阿修罗是与恶类似，长期遭受折磨的友情。应区别恶趣阿修罗和在33天与诸神斗争的阿罗，后者是属于33天的天神。解五欲善趣的考梅苏格特库尼巴艾塔马赫拉赫卡塔法提马尤马特西帕内莫纳尔蒂帕拉尼莫塔夫萨法提泰泰昂考梅苏格特库尼萨特夫阿霍蒂 SA PAN MICKEYDas even top I call me for carrot UEC, Eva Sanksum Gotti. 御善句的有七戒即一二四大王天三三十三天第四天四夜魔天五律天六化乐天七他在天这十一戒组成玉帝截之注读说明人间直译巴利 Manasa 拥有敏心者由于人类的心非常敏锐这人类会比其他众生更能造作较强的或不是人能够修行直至证悟佛 但也能够造下世至母极重的恶业人间属有楼于月参半之处但由于他提供了获取最上乐的机会他被视为是善趣四大天接下来的六界是欲界天诸神处在这些界的寿命比在人子的长所享受的娱乐也比较美妙这一切都 是无常的四王天依四方而有四个分界每分界皆由天王所统治而其居民是属于半神的友情在东方持国天王他统治甘达婆 Gandhava 及天界的音乐神在南方增长天王 Vyohaka 统治守护神 Gandhava 守护森林山岳宝藏的守护神西方广目天王 Firepaka 日诸龙神 Naga 在北方多闻天王 Vasa 统治诸夜叉 Yaka 33天据实有33位把自己的身奉献于他人的福利的善男子此后他升至该天界成为该界的大王与三小王如是该界即因此而得其名33天该界的大王是第四天王他亦名为因陀罗因住界首善见 Sudasana 里最圣殿 Vijayantai夜天等这些天界是一层比一层高摩天是极乐之境其王是善夜魔王 Suyama 或夜魔 Yama 兜率天 Tasa 成佛之前最后一世的住处乐天 Namonority 的天神能随心所欲造出娱乐之他化自在天 Pavasavarti
的天神不能自己造出娱乐之物，但能控制所造物而取为己用。节六，色界的 Rupavarupani Brahma Purisa Jat Brahma Purohita Mahabrahma Titanium Patamachanatami Paritaphat Apamanahat Pasaracatanium Dutiyat Jahanapuni Parasaphat Apamanashupat Saphakinhiatat Titanium Tatayanapuni Vihupfala Asabesata Sadhavasasitanium Kutfakchanapumi Titanium Rupavakarapumi Solasavidhahoti Avihat Atapa Sudasa Sudasi Lidthasi A Titanium Sadhavasapumi Akavidhahoti色界的有十六界及移出凡的梵众天、梵辅天及大天。二第二禅的少光天、无光天及光阴。三第三禅的少净天、无量天及净天。四第四禅的广果天、无想有天及居天。净居天又分为五层：无烦天、无热天、善天、善见天及色究竟天。节六之注读说明：色界有十六界。色界地是那些在生前已修习至正的某种色禅，而且至死时都没有因懈怠失感的人死后投生所至之地。此的依经教的禅四分法分为四层，在经教只提及四禅，从初禅转二禅时，同时舍弃了寻与四两禅，如是经教的第二、第三及第四禅个别相等语论，第三、第四及第五禅四禅的当的首三个各在分为三界，第四禅的在分为五界。本章节下一回解释特制禅那的原则。五净居天 Sattvasa是只有以正得三阿那含才能投之地，投身至该地绝不会再回到较下层的界的，而肯定该地入般涅槃。表五年一月三十一届的总元。四无色界的三十一非想非非想处八万四千劫，三十无所有处大劫，二十九十无边处四万大劫，十八空无边处两万大劫。色界的第四禅二十七色净天一万六千大劫，二十六善见天大劫，二十五善现天大劫，二十四无乐天两千大劫，二十三无烦天一千大劫，十二无想有情天五百大劫，二十一广果天大劫，第三禅二十遍天六十四大劫。劫十九无量净天三十二大劫
十八净天十六大劫，第二禅十七光阴天八大劫，十六无量光天四大劫，十五少光天二劫，诸禅十四大梵天一中劫，十三梵辅天二分之一中劫，十二众天三分一中劫，十一欲界的欲的十一他化自在天一万六千天年，十化乐天八千年，九天四千天年，八夜魔前天年，七三十天邪现第四天一千天年，六四大王天五百天年，五人恶趣第四阿修罗不定，恶鬼二畜生不定，一地狱不定，劫七无色界的 Rupakarapuni Akasenapkayatanapuni Fiatanapuni Akikabayatanapuni Avasavan Asabayatanapuni Catitanapuni Katabitahodi。无色界有四层级，一无边处，二实无边处，三无所有处，四非想非非想处。节七之注读说明，界是那些临死时还拥有无色禅者死后投之地，每一无色禅导致投身到相符的界。劫八一人 Pusayana Nalapanadhisusabasa Sotapana Ca Sakadagamano Ca Pipagala Arian OpalaBantiasabapiapumasu AthensuLapantiaria NariaPiCA静居天理无凡夫，亦无入流或异孩。圣者不生无想天，亦不投身至恶趣。余地圣者凡夫皆可见。Item at fabulicata.com。于此这些十四地四种劫身 Panikataka 劫宗览 Apiapatis and Asupatipatis and Rupivakra Patis and Hirupivakra Patis and ECA titanium katabita dipatrisantinama 劫身有四种级，一恶趣劫身，二欲善趣身，三色界劫身，四无色界劫身。劫时恶趣劫身 Tatsakulavapak Opekahagata Santiranum Apaya Omiyamokantikampati Santihatvaparam Bavangampariyo Santavanum Hatvavajetai Ayamikafi Apayapatandi Namat中，在投身至恶趣的那刻，无善告舍具推度心成为劫身心，随后即成有分，
最后再成为死亡因阶段。这是唯一的恶趣结身。结十一欲胜趣结身。Q-Safa-Pak Opec has or hagat entire Renanganama Sugatai and Mesonopsi Eva Jag had the Hinnah Satanum Bama Sitanopsini Patti Asuranum Patti Sen Bavangat Qtife Sona Pavati Mavapak Akani Pen Atha Sabat Thapai Kome Sugatai Sen Ti Bavangat Qtife Sona Patenti I may not call me Sugatis and Dionama S-A-N, I am that saved Hapai Kamara Patis and Tisi, Eva thanks Gakati 善果报是推度度心成为欲善去的离瞎眼等残缺的人类某些的神与某些阿修罗的结身心。八大道心能作为一切欲善去的结身，有分死亡心。这九种是欲善去的结身。至此所述的十种是欲界结身，结十至十一之注读说明，对于各种心情结身有分及死亡作用的详解释，见第三章节九。加等先天残缺的人类，在此的 AD 是指。包括先天耳聋、残废、弱智、痴疯以及身位中性、双性与无性的人。论失智，先天瞎眼是指其人由成熟的业少福而产生不能发展出眼根真心。这一词并不包括那些由于在胎里发生意外或患上某种疾病而导致出生瞎眼的人，因为这类瞎眼也能发生于结十二因与三因的人。对于先天耳聋等则也是如此。对于一切先天残缺的人，他们的结十二肯定是无因的，而其残缺则早已潜伏在隐投胎的业。某些的神，佛教有说的一种不住在天而住在地界的神，他们多数住在偏僻如森林、山岳与塔或寺。这些即称为的神 Bhamadeva。 这一幅比较大的神可以有二因或三因的结心，他们通常都有一些随从，而其中有些是福报微小、生活困苦的神。根据嫡长老，结身无因的神即是这些神，即某些阿修罗。据说这些有住在村或村落的附近，以村民丢弃的食物为生。在没获得食物时，他们也会分或折磨人类。至此所述的十种，依十种之欲界的心而得十种结身。结十二欲的理的受缘。Mapayanam Manasanam Vinyatika
Suran of Caman, Agonane Anayamonada, Kata Maharaha Kanan Panadevan Deepan, Apka, Vasa Saturni Aapamanan, Manos Agonane Anavisa, Satus Ahasapamanan Hoti.Tato Katoganan Tatim Tanan, Tato Katoganan Yamanan, Tato Katoganan Tasitanan Haton Nimanaratinam, Tato Katogan Paramatavasavatinam Devanan Aapamanan Navitapsi, Akavisavasanam KoyotaSatis Ahasarni Sathis Avatisu 四恶趣里的真人类极落的阿修罗的人没有固定的界限四大王天的天神的寿元是500天年一人的寿命来则是人间的900万年。33的天的寿元是这属目第四倍。夜天的天神的寿元则是33天里的四倍。绿天的天神的寿元则是夜天里的四倍。化乐天的天神的寿元则是兜率天里的四倍。他化自在的天神的寿元则是化乐天里的四倍。依人类的寿命来计算，他自在天天神的寿元是92亿1600万。结十二支柱读说明的界限在四。恶趣里寿元的差非常的大这有是导致投生至该的恶业有极强因此有些众生只在已受苦几天然后即投生至他但有些则必须在该忍受种种折磨好几百万在人间里人的寿元可以日只有几分钟又可长至上百年。根据佛教，人类平均寿元是不断的变异，最低是10年，最长则是无数年。别论节1023说在四王天里的一天日等于人间的50年，10天日。即是一天月十二天月是一天年在33天里天日等于人间的100年夜魔体的一天的则是人间的200年如此每上一层天其长即增加一倍节13色界节身Vipakong Patamachana Yambati Senti Bhavanga Kutive Sana Pavatati Duti Yuchan Vipakong Tatai Yuchan Vipakapsi Adu Yuchan Pumi Ketuthachan Vipakong Tatai Yuchana Bhuyan PavamachHan of Vipakom K to Thach Han Humiyan. Asabe Saturn Panarupemi Vapsent Tihoti. Tatato Parampavatam Kavanakals Rupemi Vapavatit Vanarichhoti.
I am Charupava Karapata San Yom.初禅果报心根起于初禅天位结身，有子王心。同样的，第二及第三报心身起于第二禅天，第四禅果报心身于第三禅，第五禅果报心身起于第禅天位结身，有分与心。但对于无想有情洒本身。身身即未身样的，在结身之的一世里，直至死亡也只有色法在生灭。这些是色界的六种结身。结十四，色界里的受缘。梵众天，梵天的受缘是三分之一劫，梵辅天的是二分之一中劫，大梵天的是一中劫，少光天的是二劫，无光天的四劫，光阴天的是八劫，少净天的是十六劫，无量净天的是三十二劫，遍计六十四劫，广天与无想有情天的是五百劫，无烦天的千劫，无热天的是两千劫，善的是四千劫，善见天的是千劫，色就天的是一万千劫。劫十四之注读说明。劫八，佛教圣典有提及三种劫，即间劫、小劫、无量劫、中劫及大劫。一个劫 Tara Tapa 是类平均受缘从十岁至数岁一增一减的时间。六十四间劫于地狱里的时间劫，即等于一个中劫或数劫 ，Asanta，而四个中劫则等于一个大劫 ，Mahapa。对的时间，佛陀有给予一个比喻：若有一座长或极高度皆一游巡大渊里的岩岗山岳。而为天神每一百年以一条丝绸布轻轻的下，如此当该座山岳被磨平时，一大劫的时间还未结束，相应不时五比五劫限二一八一一八二，据诸之形容诸禅天里的受缘的是指终结，而形容少光天及以上的则是大劫。劫十五，无色界劫身。Pathan, Arudhukhani, Tamaripada, Pumasuya, Thamong, Patrasanti, Bhavanga, Kutive, Sana, Avatati.I am a Kutaso Arupa, Patasandamonamai.
第一无色禅果报心在第一无色禅天里升起，有分与死亡心。同样的，其余的无色禅果报心亦与各自的戒执行相同的。这些是无色界的四种真。节十六，无色界里缘。Ti supanakase apkaitanupagonalevana visatikapasahasani apamaman Vanapkaitanupagonandevanankatalikapasahasani akabeatanupagonandevanansasahasani nA face of an ace of Gatan Pagonan Devan Kachora City Kapusa Hassani A. Oban. 当中生于空无边处的梵天的受缘是也，于时无边处的梵天的受缘是四万劫，生于无所有处梵天的受缘是六万劫，生于想非想处的梵天的受缘是八万四千劫。劫十七总结。Patti Sandhi Balan Gapsi Asakavana Monasan Akami Vatos F. Akavasiopsi Kajitayan 在一生当中的劫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相同的，且缘取同一个目标所愿。I the sapati send tk to come。于此，这些是四种劫生，四种业。Kaitakon 结十八一作用 Can You Patham Bacon You Pilate You Pagate Capsi A Titanion Ki Kaisna 一作用分别业有四种，即一应身业，二支柱业，阻爱业，四毁坏业。结十八支柱不读说明。四业，此节里的八力 Kamakatakam 四种业，但事实上在这一节里会解释四个四种业，因此依四种机法六种业。直译巴利文 cam 是作为，但在道理则指意愿的作为。在就境界的角度看，也是指善或不善私心所 sitana， 因为负责的心所。佛陀说：“比丘，我说为业的即是私，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会通。”一造业增之部 A 六比六十三节线三四一十五，除了佛陀与阿罗汉的事外，塑行心的死都有业。佛陀与阿罗不再造业，因为他们已完全断除了作为之根源的无明与爱。然而，只要还存在。即使佛陀与阿罗汉也都必须体验由的过去业所的果报，直至他们入灭。业之定法 Kamoni Yama 独立运作的道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带来相的果报，即如所种下的种子肯定会依其种类而长种子。
在诸缘具足时，业即会产生果，即果报性与心所，以及业生色 Kama Samasana Rup。用诸业执行各种不同的作用 ，Keep 在此提及了四种，能在不同的时期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令身业 Karma 是在结身及业字里报心，心所与业生色的善思。在结身那一刻，身业产生了结身心以及组成生命的身体的业身色。仪式之中，它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与业身色，例如五根、性根色及心所依处。在临死成熟的业才能产生结身心，但一切善与不善业能在生命集里产生其果报，通执行产生结身的事，足道之业或完成作为之业，但被足道之业也能够执行结身。表五年二月，四个四种业总览，一熟的次序，一成熟的时间，一成熟之地，一令身业重现身受业不善业，业临死业次身受业欲界善业，三阻碍业贯行业无尽业色界善业，毁坏作业无效业无色界善业，支柱业You pass them by karma， 这是没有最成熟已产生结身的业，但它支柱令业延长者所产生的善报或恶报，支柱后者所产生的五蕴。例如，由善的令身业成某有情投身为人，支柱协助延长其寿命，以及去他见康衣足时，反之，当不善的令身业带来病时，其他不善业则可能支助他另一，因而延长了病痛。当某友情由于不善的令身业而投身未果时，支助业即会助该恶业产生苦果，也可能延长其寿命，令到善果报心之流更长久。业 ，Upopilekakama， 此也是没能生结之业，但能够阻碍令生业，以缩短后者或恶。即使令生业在过去造下很强，但在阻碍业的直接对抗之下，它即能全面的产生他道。例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原本能够导致投道高但去的令身业变成只能导致投身道等的善但去，原本能导致投身道高等家庭身业变成能导致投身道较低等的家庭，原本来长命的业变成只能带来短命，原本美貌的业变成只能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善令业变成只能导致投身到小地狱或恶鬼道。在一生中看到许多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例如在人间里，这种业会阻碍业五蕴而助恶成熟，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在恶阻
艾叶的可能对抗另一叶而一些快乐，毁坏叶 ，upagetakakom 此意是我不善。他终止了较弱的叶，不利他继续称果报，而引申自己的果报。例如，身为人，其领生叶原本能够带给长寿，但毁坏叶的出现令到他早日夭折。根据列迪长老，毁坏叶也能终止耳骨根作用，而导致瞎眼等等，也能够导致变性。阿摩一往事对令生叶及毁坏叶之则分别所做的解释是，令生叶在引申自己的果实并没终止其他叶，而毁坏叶则终止其他叶的果报，然后产自己的结身果报。但阿毗达摩译广释所道的其他论师则认为，毁坏叶全没产生自己的结身果报，只是终止其他叶的果报，然后让另一种叶有会产生的结身果报。列迪长老举出了故意杀生作为例子，一种和执行上述四种作用。在某人杀了人之后，该叶会在死时成熟，已产生结身，它能执行之助、阻碍与毁坏三种作用之一，即它助其他恶业成熟，或阻碍善业成熟，或终止善业的效力。当杀生业获得机会成熟时，每一个杀资皆能致投身到诸恶去。过后，当他没有能力再致投身时，他还是有能其他三种作用，甚至在未来大劫也都还有效。结识一成熟的次序 ：con asunam asunam katakam ca titanium pakaden pari。一叶产生果报的次序，叶有四种：一叶、二死叶、三断行叶、四作叶。结识入读说明：一产生果报的次序。这一节是关于各种不同叶产生下一世的真的次序。重叶 Arukakama 各种叶长的强必定会产生的节生，没有任何其他叶可以指它。在善的方面，属于重叶的是禅那，在不善的方面，于众的有忤逆罪或无见业与不能改变的。五无见业 Anantariya Kamma 至父至母杀阿罗汉出佛身及分裂僧团，若人培育了禅那，但在过后造了任何一种逆罪，其善业即会被止，解后者必定会成熟而导致下投身到恶趣里。例如佛陀的表兄弟提婆身经想要代替佛陀领团，而在该念头一升起，他因此失去了神通，过后他再伤了佛陀与导致团分裂，后者之业在后堕入阿鼻地狱。
若人事先造了任何一种忤逆罪，他过后即不可能证出是，因为该恶罪形成了一种无可抗敌的障碍。这是为何当阿舍世王在佛陀沙门果经时，虽然拥有一切证悟须陀洹道的因缘，但却不能证得须陀果，因为他之前已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毗沙罗王，而算那看吗？这是在临死之所忆起或所造之业，也就是在临死行心路过人即升起之前所忆起或所造之业。性格恶劣者在临终时忆起前所造业，或在当时造了一件善业，他即可能投身善趣。反之，若个人在中时忆起以前所造的恶业，或造了一件恶业，他即可能投身至恶趣。这为何在佛教国家里提醒临终前所造的善业，或劝他激起善念，已成为一种传统。在没有业之下，一般上所造的临死业即会下一世的投身至那里，这并不该人能够免除以往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如缘足时，这些业也能够产生他们的果报。惯行业 A son outcome， 这是习惯性上常造的善或恶业，在没有重业与灵业之下，一般上这种业即会决定下一世扔到那里。以作业 Katakoma， 这是所有不包括上述三种的业，在没有上述三种业下，这业即会决定下一世投身到那里。节二十一成熟的时间 Dehamefdhaniyan Upapjafdhaniyan Prapariyafdhaniyan Ahosikomapsa Titanyampakalafasnakaturikamonima。 一成熟的时间业有四种，即一现身受业，二自身受业，三无尽业，四无效业。节二十之注读说明：身受业 ，Dhammaifdhaniyakamma， 这种业必须它被造的那一世里成熟，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缘以力成熟，即变成无效。根据阿毗达摩论，在一个心路过程里的七个塑形，一个是最弱的，因此只能在被造的那一世带来果报。四受业 ，Upapjafdhaniyakamma， 这种需在他被的下一世里成熟，若在该世没有具足的令他成熟，他变成无效。这种业是由心路过程里的第七个塑形心所造，该塑形是第二弱的塑形。无尽 Aparipariyafdhaniyama， 只要诸具足，这种业能够从他到下二世以后的任何一世里成熟。这种业是心路过程里的中间五个塑形心所在，而且只要还在轮回，
它极远不会变无效。没有任何人能够弥补体验无尽的果报，即使佛陀与阿罗也不例。无效业 a holy karma 这一词没有一种，它可以是没有获得具的原因，成熟的现身受业及次身受业，对阿罗汉只能在未来世成熟的业都变成无效业，因为他们在当世即会证入般涅槃。结念一，一成熟之地。Tadakusalan, Kamevakusalan, Rupivakara, Kusalan, Rupivakara, Kusalapetai, Tanyang Pakutsanavna。一产生果报之处，业有四种，即一，不善业；二，欲界善业；三，界善业；四，界善业。不善业与善业，结念二，不善业。Tadakus alan kai agaman fasikaman mano kamapsa titanium kadva face nativit ham hoti。当中依造之门不善业有三种，即业与业界。Catherine.Anotipo, Adinlaganan, Kamizumai, Carol C.A. Titanium Pipatisan Kate Verba, Ahalava Tatokai Kamun Nama.如何？杀生、偷盗、邪欲、乐行、邪淫是身业，一般上是通过身门发生，而名为身表。Musavito Pisnavaka Farasavaka Sampalo Posa Titanium Vasivadison Kate VasiverbHalava tato vasanama。 妄语、两舌、恶口及起语讲废话，是一般上是通过语门发声，而名为表。Apa fi apado my tradisia titanatrapHi fi batai amanas mim ya halava tato mano kamun nama。 贪婪、甜恨及邪见事业，一般上只发生于门而无声或语表。结念二之注读说明，上文出了十种不善业之道，Akusalakama, Patha, 其中三种是身业，四种是语业，三是纯业。首七种是指导致行各自作为的思索 Sitana。 无论该作为是否完成，该思是不善的，但若已完成其作为或已达到目的，例如达到令受害者死亡，或完成或人的财物等等，他们即成为导致业，已完成作为业。上是通过身门发生，关于业，它是门所造。身门 Kaivara 即是身表 Iberti 是一种心生色法，而通过他人们在他们心中升起之思表达于外，见第六章解四说。
一般上 Bahalavatato 是因可以通过言语达成杀生或偷，例如命令他人做，这种业还是属于深业。语门 Facifara 语门即是语道 Facifibad 是一种心生色法，而通过他人们得以在终身己之达于言语，见第六章即四。虽然妄语等意通过身体进行，譬如书写或打手势，但由于主要实习他们语门，所以他们还是被称为语业等。一般上最后三种业之道称在心里，而没有达到通过身体或言语表达于外，这种业称为通过一门 Mano 发，而一门则是一切心的总称。贪婪 Apicha 是心所升起为希望获得他的财物，即使已对他人不生起了贪念，但若还没有获得该财物，他即还不是足道之业。甜恨 Apada 是甜心所，当身起他人遭遇危害与苦难时，他已成为足道之业。见 Metradissa 当接受没有所谓的道德及没有果业报为正确时，他即成为足道之业。在经中提到三种邪见，一见 Natikadissa 此见任人死还会以任何形式存在，因此不承认有善恶。二无作见 Akiriya Disa 此见认为业能产生果报的，认为一切业都是无效的。三无 Hatha Disa 此见认为没污染或净化友情的因缘，所以该友情是由于偶然命运或需要而被污染或邪念。三一因根与心 Sit up a do face napen at a Marcus Allen applied for David Ham Holty。 当中杀生恶口以甜甜因而生，邪淫贪婪及邪见自贪因而生，其余四个两因而生。心的组别，此不善业已有十二种。节三之注读说明，严格来说，甜恨是甜因的一种呈现方式，是贪因的一种呈现方式，邪见是邪见心所的一呈现方式。如是这业之道数三种心所，其他七之道则是与善因同时升起的思心所 Sitana。 但有时候贪可以是杀生的潜在动机，而以是邪淫的潜在动机，但在阿毗达摩的
角度来说，导致切断其他友情的死定是拥有甜及甜恨其他友情的存在，是犯邪淫的思肯定是拥有贪因及想要与不让行淫之欲，导致造作偷盗妄语两舌起欲的思，则可以是与贪相应。不善业之道肯定与痴因相应。不善业也就是十二不善心。余则是这个心诸相应心所为业，而不是只是私心为业。结念四欲界善也。Mayfa Karakusalan Paikai Fair Pavataya Kemem Fasid Fair Pavatasa Kemem Manover Pavatan Mano Kem FCA Ten Kem Farivis Nativit Hem Hoti 依造业之门，欲界善业有种，即属于生门的生业，属于语门的语业，属于意门的也。他的那西拉巴佛那维斯那西塔帕维斯那潘阿塔米维汉霍提，同样的依布施直戒与禅修亦有三，但因的组别则成八种。N sila bhavana apiona bhavaka padana patanu modana dhammasavana dhammasa disa jaju kame vesna dasidham hoti。它也可以成为十种，即知、持戒、禅修、恭敬、服务、分享或回向功德，所以他人的功德、闻法、弘法及正直己见。Tempe at m visitivit ham paikvakara kemum icc eva santam gaudi。这一切二十种不善于善业称为欲界业。结念四之注读说明：依造业与此依造业之门列举了十种业，三种善生业是远离三种不善生恶行，四种善是远离四种不善于恶行，三意业是无贪婪、无甜恨及正见。于旧境界，首七种是种离心所、正业心所与正与心所，以及与该些所同时升起的私心所。后三者是属于即无贪、无甜与无痴。同样的，依布施一般于此所列三种及十种善业被称为三种及十种福，造福的基础。Pabakuryavatha 善业通过八大善心所造，这一切二十种这些善业通过十不善心心与八大善心所造。结念五色界善业。Akarakusalan Panamano Kamamiva Tapsi Abavanamayam Apanatan Yhanagapadaka Fitham Hoti。色界善业纯粹属于一门，它是以
达到安止禅修。依诸禅支的分别而有五种。结六，无色界善业。Ten pi ba mo ya ma pa na pa tu ma lam pa na ta na ke bi tu n ho ti。同样的，无色界善业纯粹于意，它是达到安止的禅修，依所缘的分别而有颂。结念五至念六之注读说明。诸禅支的分别而有，这是五色界禅那。依所缘的分别而有四种，这是无色界定。业的果报。结念七，不善业的果。So like how mama dad carry hit him a pia, but me yam sent him gently. Perfecti yam pana sabon pied for David. As I accuse solar pacony sabot the pie on milk root pelok ca uthora ham pacoti. 于此，除了调举之外的不善业都能产生的结身，但在生命期里，一切十二不善心都能根据情况在欲界或死产生这七种不善果报心。结念七之注读说明，除之外的不善业，调举相应的痴善心是最弱的不善心，因此不能产生结身。基于一种不善心都能产生作真心，有分心及死亡心的不善果报推度心，以令有情投生至四恶道。所十二种不善心都能够在欲界有情的事产生生七种不善果报心，即五十领受心与推度。在色界里，他们则只能产四种不善果报心，即除去鼻、舌、身三根识。结念八，欲界善业的果报。May Sugatai Yami Fatis and Hujanti Tatha Pavati Yipsi and Mahava Pakani. A Hatu Kava Pakani Panatha Pai Satha Pai Kamru Pel Lok Ca Yathura Ham Vipati. 欲界善业能产生欲界身，也能在生命期里生大果报心，而根据情况，它能在欲界或色界任何地产生八种无因果报心。结念八之注读说明。念九与三十，作者将解释每一善心及其所能产生的果报心之间的关系。大果报心能以四种方式出现，执行结识有死亡三种离心路过程的作用，以及在心路过程里执行彼所缘的作用。八善无因果报心是五十领受心及两度心，后者能够经路过程里升起所愿，而当中舍具的推度心在先残缺的友情里执行结身，有与死
王星的作用。所有八种无因果心都在欲界里升起，但彼者与生三时不能在色界里升起，因为色界的情绪那三种根门。邪念九，善果报及因恩。Tai to come arcathem qsalan tai to come patisent that but so las of vipakuni vipakuni 殊胜的三因善业能够产生也具有三的结身，而能在生命期里产生十六种报心。Hi to come more come fi to come mark at ca q silent fi to send hun that fa pa va tai to create a need for that a pi fi pa ni fi pa kuti 地的三因善业及殊胜的二因善业能够产生有二结身，而能在生命期里十二二种果报心，即除去具有三因的果报心。To come, oh my come, panacus island, I had to come me for patenty. But CAA had to have a patent, if I could.然而低劣的二因善业只能够产生身，以及在生命期里只能产生无因的果报心。九之注读说明：胜善业依产生果报的能力，善两种，殊胜与低劣。殊胜 Arkatha。的善业是由清净无染心所造，而且造业之起之后皆有良好的动机力，不施以如法获取的财物给具有德行的人，而且在不施前与之后都感到欢喜。在造善业之前与之后，若心受到烦恼污染，譬如自赞自许、贬低人，善之后后悔，该善业即属于低劣。Omoka 居安因结识等等，在欲界里，这是其心是四种智相应大果报心之一，能在应其里产生的十六种果报心即是八善。无因果报心及八大果报心，十二种果报心即除了四种相应大果报心，无因的结身即舍眷果报推度心。结三十另一种见解 SRMsAnd caravi pakuni and a pakuti. Sasum as. And caravi pakuni titan on cap. Tisem for das pakuni dot asasia yuthon. Yuthu vatan usurna yuthu se avum ardi.有些导师说无形心不会产生有形报心，而有形心不会产生无形果报心。根据他们上述所讲的，果报心升起的次序是十二、十及八。节三十之注读说明，导师说录于节念九对果报心的见识有古
五师三藏小龙长老 Tipitaka Kulanavatara 所出的，也是广为诸阿毗达摩所教的见解。作者在结三十礼记大护法长老 Mahadamaravatara 一派所持的见解，该长老实习兰摩拉瓦毕寺 Aravapi 的阿毗达摩师。二十集八，依此见解，无论是在结身生命其理无形善心，都只能产生果报心，而有形善心则只能产生有形果报心。这就是说，在生命其理每有三因的殊胜善心，都只能够产生二种果报心，即八种善无因果报心，即四与该显性是无形或有形相符的无形或有形大果报心。每一种第二级的善心都只能够产生十种果报心，即八种善无因果报心，以及两种与本性是无形或有形相符的无形或有形二因大果报心。对于最弱的善心，两种见解都一致认为它只能产生无一身心，以及在生命其理只能产生八无因报心。结萨一色界善业的果报 RUPARAKALAMSuggestsu Apajanti Tavamahuhimam Bavadvabrahmapurohaitsu Anotem Bavadvamahabrahmasu 于色界善业培育出禅见程度的人头身到梵众天，培育他到中等程度的人头到梵福天，培育他到上等程度的人到大梵天。 Tadutti yajhanan tatayajhanapsi Parang bevatva paritaphyasu Mimam bevatva apamanapyasu Anatam bevatva abasu。同样的，培育第二禅及第三禅到有限程度的道少光天，培育他们到中等度的人投身到无量光天，与他们到上等程度的人投到光阴天。 Ketupsachanan Paritan BavatvaparisuMahuhaman bevatva apamonish yukhasu Panatam bevatva sabhakinhasu 培育第四禅到有限程度的人投身到少尽，培育他到中等程度的人投身到无量天，培育他到上等程度的人投身到遍尽天。Abkamajhanan bevatva vihofosu Tadiva sabhaviragam bevatva sabhasadzu Anagamino anasadhivesu abjanti 培育第五禅的人投身到广果天，培育未想厌离的人投身到无想有情天，但阿那含则投身到净天。结萨一支注读说明：色界善五的任何
一种禅那都能产生与其层次相等的色界果报心。此心是该刹善所产的唯一果报心。在修的变作阶段升起的是欲界善心，因此他们的果报是欲界果心，而不是色界果报心。色界果报心执行三种作用，即劫生、有分与死亡。就是说它只升起未离心路过程心，而不会在心路过程升起。除了出世间果心之外，一切在过程里升起的果报心都是欲界报心。每一种禅善心会导禅修者投身到与其层次相的色界天。然而色界天的层次跟经教的禅一样，只有四禅天，而不是有五禅天，因此论禅那五分法的第二禅及第三禅都导禅投身到第二禅天，即与经教的第二禅相等。在色界天里，每一层都有三个分解，一所的禅那是属于中上程度禅修者升到不同的分界。禅那心本身并有分三种休息的次，禅心依其心所组合而分类，而且无论是休息到下中或上程度，他们的组合还是不同。然而休息的程度关系到该禅心至头身力，因此每一层天都依三种导致投身的能力而三种解。对于临终时还有能力证入一种禅那的者，他也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投身到其中一个自己欢的界天。例如他还拥有八定，他可以选择投身到色界天，也可以选择投身到层次较低的界天。培育第五禅、第四禅天分界的原则与禅天，只要以如常的证的第五禅，无论凡夫、须陀洹或斯陀含，亦无论禅那属于中或上等层次，皆会投身到天。然而有些凡夫认为心与智恶的根源，因其心对想怀着极尽离感的培育第五禅，由于其第五禅心受到希望想止息之愿感染，他们受极吞到无想有情天。在其的一生里，们纯粹只是有生命的色身，即由命九法组成，见第六章节八。但阿那含则投身到境界，据他们投身到境界是决定于他们较为显著的根性最强的阿那含投身到无梵天，精进根最强的投身到无热天，念根最强的阿那含投身到善现天，定根最强的阿那含投身到善见天，慧根最强的阿那含到色究竟天。虽然只有阿那含才投身到定居天，但阿那含却不一定需要投身到净居天，可能竟都有地禅的阿那含才能投身到其地，拥有较低层次禅那的阿那含则投身到其色界。无论如何，所有的阿那含必定会投身到色界天，
因为他们已断除了导致戒的欲，对欲乐的欲求 Kamaraga。 第三，无色界善业的果报 Vivakarakusalapcayuthakamongdavidfusupasjanti。培育无色产善业之后，他们投到 与自所证的禅那层次相等的无色界天。杰萨二度读说明，这即是说，对于证得空无边处禅的人，只要此时都还没有因为懈怠或其他障碍而失去禅，他就会投身到空无边处禅体。对于其他三种无色禅亦是如此，即在时还拥有的禅那会决定他投身到层禅天。与色界心相同，每一无色界善心都只能一个与他相等的果报心，而该果报心即在其界执行结生、有分及死亡三种作用。结萨三结论 Idmahajitam Pabh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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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vitian。 如是一界分别的广大福在劫生与生命其连相同的果报。Adam et Sakamakatakam。 于此，这是四种业。死亡与劫生的过程。Cutis and Kakama。 劫萨斯，四种死亡之因。Anna Kamakana Akakana。Upadakamunasa Titanium Ketada Meripatinama。 死亡的来临有四种，即一，因为受缘已尽；二，因为令身力已尽；三，因为上述同时耗尽；四，因为毁坏业生效。劫萨四支注读说明：来临，一般上死亡的定义是自当中的命根 Jivitindriya 被切断，因为受缘定，在受缘已定的生存界，这的有情在受缘尽时死亡，在人际。当知这是在老年时的自然死亡，在缘尽而死时，若令生业的业力还未耗尽，该业力就还能导致该有情投身到同一界或更生存界，在天界里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令生业力已尽，这是因为已耗尽而死，虽然正常的寿元还未尽，或其他能够延长寿命的条件也具足，源于业力两者同时耗尽时，那即是两者皆耗尽的死亡。因为业生效，这是指极强毁坏在受缘未尽时终止了令力，而导致死亡。见结十八。首送死亡名为十死 Kalamarana， 最后则名为非十死 Akalamarana。
如一盏油灯的熄灭可以是因为水耗尽、油耗尽，两者皆耗尽，因为外来之因，譬如吹来阵风。萨五，死亡之香。Athos Emerent Anam Panamoron Calvarahem Abmarkic Hudan Baven Perpetus Antigenicam Kemem Fiatom Makaranakal Rupadik Palau Depaben Upakaranat Hutap Cakamed Fiatanant Aram Apahunat Hafapalapitan Upakaranat Apogaputapsi a tinimidum fi a kalina shenom de fi a r anamabras smimpakupati。 对于临终的人，在临命终时，以下的其中的会见于六门之一。一情现前的事即将产生下一世结生的业，或将即以前造业时所识之的眼，或以前造业所用的工具。三将即将在下一世所到或体验的真相。杰萨五之读说，对三种呈现于临终者的目标的解释，见第三。节十七，当知这目标是呈现于中者的临死塑形心落成，而呈现于死亡心。一世里的最后一个心以及死亡心，他所识之的目标是与同一世里的结心及有分心目标相同。临死塑形的标过后，后即会为下一世结生心有分心与死亡心的目标。杰萨洛临命终时的心 Taram Tamivabas Opathidanan Arabavipakamanakakal Manurapam Parisadan Upakilit Fia Apalabab Have a neuropem tax on a va sita, sent an aminium pavatati bahalana. Temiva va pena chena kaputun kem aban. Brana ave snad vara patun hoti. 此后便安呈现当前的目标，依据即熟的清净或污浊之业，亦与即将投身之境相符的心流，继续留下解向于该境，或令身业有如重新造作般成于一门。杰萨六之著读名，有如重新造作。Anavakaranavasana， 这是开业，并不是呈现未记忆的影像，而是呈现于一门未有如当时正在造班。杰萨七，死亡与结生。Pasanamoronasatasavithisivasanavana KVA Avanavasna Pakapana Pivapriosna Bhutan Kutsitam Apajit Varichhuti Smin Narithivasanta Anantaramiva Tathagahitanam Arabasavatukam Avathukamiva Fia Yathuraham Avahyanasapar Kitina Tanzayomulakna Senkarina Jeniyomanan Sapayutahi Parigahamanan Sajitam Tihis Anapavanapabanjumaphudan Bavanchara
patisent hanaves na patisent tatum anasama pahuan manumi patit not even there。对于里的人，在心路过程之末或有分泌时，代表仪式终结死亡，死亡心即升起与灭尽。一旦死亡心灭尽，下一世的劫生即刻起。时之如此，获得的目标依情况而一处或无一处之住，它是由受到无明所束缚和潜在清晰根本的行业所生，称为劫生心，是因为它把两世连接起来，受到相应陪同，作为相法的住处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杰萨之著读说明，对于死的人，在仪式当中的最后一个升起之前，有分心波动了两次之后即停止，后五门心路过程之意见于原门的目标而升起，或者是一门路过程成员取呈现于一门的六所愿之意而升起。由于力弱，这最后一个心路程的速行只升起五次，而不是如平时般升起七次。这心路过程本身缺少造业，而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令生业。在塑形之后，两个比所愿可能会生或没有起，有时候是有分随着最后一个塑形之后升起，然后作为最后一个死亡心即执行死亡的作用。在死亡心灭尽时，命根亦被切断，此后体及下一非无生命的时节生色，直到死尸毁坏成灰为止。一旦死亡心灭尽，在死亡心灭尽之后，在世的劫生心即刻升起，是临死塑形的目标。在有色的生存的死心心所一处所支柱，但在无色的它则任何，它是由行所产生，此行即是过去塑形之业，而此业的则是永生死轮回之根及无明两种潜在倾向。劫生由其相应明法及相应心所陪同，由于作为下的助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并不是因为他比他们先升起而成为他们的前导者。杰萨巴欲借杰身心的所愿 Mr.Nafisayampan.Ex.Apa.Avatani.Pap.Eva.Javanani.Patikan.Katabani.Yada Pakapanalambansu Apamagathorantus Eva Moranum Tauda Patis and Hikhavanum Pakap Panalambanatalati Anyong Katfakome Vakara Patis and Dayajadvara Gahidum Kamanamidum Gatinimiti A Pakapanamatayam Malambanapalab Kaman Pana Atitam Eva Taps CM Novara Gahidan Teni Pana Sabani Piperi Titam F Alambanani 于此
当知在临死心路过程有五软弱的塑形升起，因此若死时志愿取成见于根门见在所愿心仪式里的结生语，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愿在所愿。对于欲界结生，当由六门之时之目标是业相或去相时，该标可以是现在所愿或过去所愿，但为目的业则必定是过去的，而是通过一门时之。这一切欲界结生的目标都只有现法而已。杰萨巴之注读说明：杰生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也都愿举现所愿，对于在死亡时所实知的现在所愿，其寿命可会持续到下一世心与最初几个有分心的时刻，因此后两也能愿取现在所愿。对于欲界结生等等，若结生心的目标是必定是过去所愿，而且是通过已知的法所愿。若目标是业相，它即可通过的任何一门实之，而且可以过去或现在所愿。对于作为临死的去向，不同的论师有不同的见解。论师包括阿毗达摩一广释，作者为去向必定是通过一门实之的现在所愿。他们解释阿耨楼陀尊者在书中所写的内容，当目标是业相时，他可以通过六门和一门实之，而也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愿。当他是去他由第六门即一门实之，而是现在所愿。其他论师包括列迪长老反对原是认为其见解太狭窄，他们便说阿耨楼陀尊者所写的口教义，即是说去相可以是过去或现在所愿，也可以呈现有门的任何一门。列迪长老认为阿毗达摩论提到去相是呈现于一门的现在色所愿，这只是基于其最为常见的呈现方式而如此说，其实它也能以其他呈现，譬如地狱众生的哀嚎、天界的音乐声味等。杰萨九，广大杰身心的所Namitam Flambanan Hoti Tathawarapitis Sandhya CM Mahjitap Hutan Pavitik Hutap CM Anamitam Mifa Yathurahanan Hoti。 对于色界结身，其所缘是干以必定是业障。同样的，对于无色界结身，其所缘是概念或广大心，以必定业相。Asa basatanam panna jivatana vakal mifanti avana patit natai tasmati irupe patisanti kam nama。Arupa arupe patis hika Sas arupa arupe patis hika
对于无想有情，生起为劫生的是命根久语，因此他们名为色劫生。无色界的有情名为非色劫生，名劫生。其余的名为色非色劫生，色与劫生。下九之注读说明：色劫生身心的目标，即是产生劫生的禅那愿取四相。这四相是概念，也是业相。第一与第三无色界劫身心各自都是空间与无所有的概念。第二与第四色界劫身心各自的目标是第一与第三无色心，及他们的目标都是广大心。上述的目标都属于业相，无想有情是没心的，所以在劫生时并没愿取目标。命根九法句是其中一种拥有命根的色句，见第六章节十七。节四十投生的法则。Represent the CA Tatha Kampai Tuka. Rupu Farakatiya a Hachura Hita Sidon. Sakam Multi Hitam Hakasf Eva Petra. 当在无界的梵天，此时他只投身到各层次的无色界天，但不能投身到较低层的无色界天，他也能够以身心投身到欲界。当在色界的梵天，此时会以无因身心投身。当在欲界具有三因的天神，此时他有可能投身到日方，其余的即此时是二因或五的，只能投身到欲界。于此，这是有关死亡与劫生的过程。节四十之注读说明：凡有学者之间的投身法则有很明显的差异。上文只提及凡夫的投身过程，在此我们将先解释凡夫的投身过程，然后解释有学圣者的。无色界的有情能够培育与层次同等或高的无色禅，但不能培育较层次的无色禅。所以，当他此时，他们能够生在一界天或较高层次的无色界天，能投生到层次较低的禅天，而他们失去禅那。他们即会以进行定之力到欲界，因此是以欲界三因果报系投身欲界。无想有情死时以二因或三因的欲界果投身到欲界，在其他色界天的天死，若他已证的无色禅，他即能投身到无色间；若他已证的色禅，他即能投身到色界天；若他造了的倾向欲界之业，他即会投身到欲界。对于色界天里死后投身到欲界梵天，其欲界劫心必定是二因或三因。
对于在欲界的三阴者，此时他们有可能不是任何一界，因为欲界的三阴有情所有种类的业。对于在欲界的二阴与无阴，此时他们只能投身到欲界，他下一世的劫生心可以是两种无阴心之一，或任何一个二阴或三阴的欲界报心。对胜者，他们的死亡心肯定是具有三阴，因为具足三阴的人是不可能证果的。有学圣者能投身到同一界或高的界，而阿罗汉死后则当然不会再投身到任何界。节四十一，心之相续流。Even the hypothesis and he common party sent he on and charitable paputi tmf a lampanum era diva sitem of a cutis sit up a dosati is a sit up a davos and cap hefernungus sentatus and catamanus abacadis doto fire pavatati pariosensi a cavernis notcutitum hot vulnerability. Tato parapsi a patis and hedeo hakakom iva akamom iva parifate ava attenti. 所以于如此投身者，在劫生灭尽之后一刻就会升起十之同所缘的同一种因，由河流般不断地流下去，只有心路过程升起，它即会如此流下去，直至为止。由于它是有疾命的主要因素，此心被称为有分。在性中结时，它成为死亡心，灭尽后完全停止。此后劫生心与其他心如车轮一般继续次第的转起。劫四十一之注读说明：劫生心灭尽之后，即刻就再生心之后，十六个有分心升起，然后升起一门转向心，以及七个塑形 Bavernikanti Javana 即贪着新生命的塑。这在新仪式里的第一步过程，成员取结身心为目标，那塑形心是欲界邪见不相应无形的贪心。当这新路过结束时，有分心即在生灭，只要没有心路过程升起有分心，即如此不断的生灭。如此心之结生流到死亡，又从死亡流到行事，就有如车轮一般次第转起。节四十二节Patis and pig avant visile. Kutis a hot as a bear. Punas and pig hagum ICC, ayan. Paratis, citizen tati. Patis and kapen, atam at huven. A pig, a dam of kutum but hot.Smarching no sim no bentana. Samom es on tisore abita. 即有如这一世下一世劫生心分心心路过程与死亡心也是如此升级。
以结身即有分，心相续留再次转起。常自治的智者，乐之，生命无常，绝不死之境，完全断除了贪欲的劫缚，证得永久的寂静。I abhitthamo se sankhi Sisata sankha havaigong Namah Pabho parakindo阿毗达摩概要里，离心路过程之概要的第五章至此完毕。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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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复如一字书圣译注音，业一二八至一三五，十不善业之道。Accuso la carta 十恶业身，偷盗、邪欲、乐行、邪淫、妄想、舌、恶口、粗口、绮语、废话、贪婪、铁恨、邪见。当杀生是快速或残暴的杀性，以及或杀害众生。在此与普通语生命 Pana 直译为有乎，是指有情，在旧境界上则是指命根 Fate Indrayan 杀生，意思则是指人虽明知该有情是活的，就可通过生门或与门致力于截断的命根。对于毫无德行 Kuna 的畜生，杀害小的生物是轻微，杀的生物则是重大的恶业。为何？因为所付出的努力大，若是负相等，则因为对象的体积大，对于人类等等，由于他们能具备德行，杀害很低劣业者恶业较轻微，杀害德行高尚者恶业深重。当被杀者的德行相等，恶业之轻重则有视凶手的是强或弱，以及所付出的努力是大或。杀生有五个条件的生命，明知该有者的杀意。智力杀生，结果对象被杀死了。而六种智力的方轻重、煽动、抛掷、固定的陷阱、轨迹及超能力，由于详细解释他们则幅太长，以我们应当把他们及其他说明略过不提。有意知其详细解说者，应参考律藏的诸言 Samantapasadika 偷盗 Adinadana 是不予而取，以及偷他人的东西、抢劫或当盗贼。在此不予是指别人所拥有的东西或若别人对某件财物有自主权，可以任意使用而不会受到罚或谴责，该物即是属于那人。明知该物是属于他人，而怀着贼意的智力获取，名为偷盗。若属于他人之物低劣，所造的恶业即轻。若属于他人之物珍贵，造的恶业极重大。为何？因为其珍贵，若他们的价值相等，偷属高尚之物及恶业较重，偷属于品劣者之物及恶业较轻。偷盗有五件人之物
之是如此，贼意智力所移动用了该物，方法则有种轻手等等，每一种偷盗都能依以下的情况进行：支撑头、强硬手段、隐瞒、设计或伪造。这是于偷的大概详述，见于普言。劫欲乐行，邪淫礼欲乐，是指性交；邪行是指低贱及应受谴责的行为。邪欲乐行的特象是升起于的思，亦具有侵犯自己无权同其刑房的不如法念。于此，男人无权与之刑房者，是婚女人，即一为母所护，二为父护，三为父母所护，四为弟所护，为姐妹所护，六为亲戚所护，七为族人所护，八为宗教导师所护，九已订婚，十正法以十种已婚女人，即一以钱财买来的妻子，二自愿为人妻者，三财富而为人妻，四为了服侍而为人妻者，五由亲执行婚礼，把新郎新娘之手浸入一只碗里的水而如何成为人妻者，又同社会阶级较低阶层里获的妻子，七奴隶妻，八佣人妻，九战俘，十短暂的子。当中有十二种女人是其他不可侵犯的，已订婚和正受惩罚的女人，以及满十种已婚女人所造的恶业之轻重，是被侵犯的像是否有持戒的行。此恶有四个条件：有心想要享受不可侵犯的对象，智力享受，设计占有，结果占有了。方法则只有一个，即亲身体验。妄是欲欺骗他人者的授予的行动，以害他人的利。怀有欺骗他人的念，而使采取身体或言语行动去欺骗的思意愿为妄语。另一意妄是不真实或不存在的事物，语是表达它未真实。妄语的特想要让人以为不真实的未真实，而造成相符的表达的思 Sitana 意愿。此罪是重视有事他人受到损的利益大事，或者对于在家居时他们由于不想施舍自己的东西而骗说我有那东西，这事情若作为证人却发伪誓以致他人遭损失，则是重罪。若沙门在只得到些油时开玩笑的以梵语说，想今天是有条游河流的村子，这是轻罪，若对未曾见过的事物说未有见过重罪。此罪有四个条件：不真实之事、欲欺骗的意念、智力欺骗、传达该事给其他人。法之用即亲自行动，当知这是我身体附在身上之物或言语的欺骗行动，若该令到他人明白其意，产生该行的思当下成为欺骗的行为。人能通过行动
带深误或言语欺骗他人，同样人们亦能煽动第三者到他这么说，或把一片写了字的贝叶发人面或永恒性的写在墙上等，期望他人会因此明白其意，这些都是欺骗他人。所以把煽动传达和永恒的记录视为这种恶业亦是有理。然而著书并没有提到这点，应当检讨后才好接受。两舌是指诽谤的言语，说了之后会导对方 对另一者之爱降至零点，令到自都也的语，或导致他人粗野的言语，他本身粗野的不悦耳亦令惊喜，这种言语名为恶口。其语是说毫无意义且无用的废话。当之称为两舌等的即是作为这些言语的思，以邪恶之心或身行言语播下挑拨离间的种子之思，或向他人谄媚，即是两舌之思。其最轻重受离间者之德行是低劣或等，此罪的各条件是已有受离间的人有让他们分别的目的，三付诸实行，四表达交流。但若他没有列，那么该罪是不足罪，是未足之业，只有在导决列时才是足罪。恶口是都也之思，致使实行于生活与他人致命伤般的重疾。以下是可以说明这点。据说有位男孩不听母亲的话到森林，由于无法制止他，其母即咒他道：愿有只野母水牛追你。果真即有一只母水牛因此而出森林里。该男孩即说真实语之后发道：愿我母亲所说的不会发生，愿他心所想的发生。而该水牛有如动弹般站着，所以他的话看似凶恶，但其实并不粗野，因为他的心柔软。虽然有时父母会对自己的儿女说希望贼把你们接成许多块，但其实他们甚愿看到一片和掉在儿女身上。教师及宗教导师有时也会学生们说，这些无耻鲁莽的小子与有什么关系，把他们赶出去。然而他们还是希望学生们能成就，言语能因柔软之心而不成粗野，故此言语并不一定说的柔软及温柔。例如要杀人时说让他舒适的手，这极毫温和，由于其心粗野，其语亦粗野。恶口的恶业轻重者的德行成相对比，此的三个各条件是有受辱骂的人甜念及辱骂，造成生做出无意义的表达之不善思明谓语。其罪之轻重有是否时常如此作为，造成此罪的两个条件是一项于毫无意的话题，如把Baratta 之战、西达 Sita 绑架案等故，二说这些故事。
但若他人不接受这些故事，不成足罪，即不成足道之业，在他人接受这些故事才成足罪。贪婪是贪要，即看到他人的财时想有他们，其特像是如此的心思，哦，如果这是我的，那该多好，其罪轻重之分与道罪似。他有两个见人的财物，即令自己倾向于获得它。虽然贪欲可能会在看到他人的财物时，但只要他还没有想，哦，如果这我的，那该多好，他还不是完全达到恶行的阶段。毁坏他人的幸福与快乐的即是恨，特像是想要伤害他人之恶念，其最轻重之分与恶口最类似。他各条件另一者即想要伤害之念，只是田路还未完达到这种恶行的阶段，只要有欲坏之念，如愿他被砍到死掉，邪见是不见的错见，其特像是颠见，如布施并没有作用，轻重之分与起与罪似，或依据其邪见是暂时性长久性，它的两个条是一，颠倒事物的正确之见；二，他依其所持的邪见显现于心中，达到这种恶行阶段的邪见是认为一没有报，二事情的发生是无因的，三没要做的事，其他也不算在内。对于这十种恶业，可以在五个方面确他们，即一依就近法，二依依组，三依目标所愿，四依受，五因或根。一十恶业的首七种恶行只是思 Satan， 从开始的三恶行是与思相应之因所法。二七种即他法是行，不是因根 ，但贪婪与甜恨既是行亦是因。贪婪是不善的贪因或贪根，甜恨则是不善的甜因或甜根。三杀生的目标原生法，因为他的目标是命根，偷盗的目标是或东西，邪欲乐行的目标是原生法，因他是畜，有些人则说他是有情，与的目标是有情或原生法，两舌也是如此。恶口的目标只是有情，其余的目标是有情所见闻感受及想的事物，则是原生法，贪婪也是如此。甜恨是有情邪见的目标，则是三界里的原法。四真与受相应，因为即使国王看到小偷时，可能会笑着说他给上了下决定的思心所肯定，只与苦受相应。偷盗能与三种受，看到他人的财物时，若愉快的偷取与乐受相应；若惊惧的偷取，则与苦应；若
在醒思其恶果之下偷取，也是与苦相应。若中舍的偷取，则与舍受相应。乐行、邪淫与两种受相应，乐受与舍受，但在决定时则不可能是舍受。与能与三种受相应，两舍亦是如此。恶口止与受相应，其与则能所有三种受相应。在此举例阐述在讲悉达榜大案、巴拉达之战等故事时，众对阿赫采及把自己的头巾抛上中等讲故事者即会有。当如此对他赫的人后走向前去对说，再从头讲给我们听，讲故事的人会对该建议感到不快，心想是否该讲其他不相关的事。在这情之下，讲故事时会有苦受，若他中舍的讲会有舍受。贪婪与两种受相应，即受即舍受，邪见亦是如此。恨则止与苦受相应。五、杀生有吃而因，偷盗亦有甜与吃因，或贪与吃二因，妄语也同样是有甜与吃或贪与吃二因。欲乐行有贪与吃二因，两舍与起语亦是如此。恶口有甜与吃二因，贪婪只有吃一因也是如此，只有吃一因。邪见有贪与吃二因。